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于雨涵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刚刚起床，准备前往公司训练。然后呢，首先我们来采访一下我们的张泽宇，有什么感想？什么感想？就是感觉新一天又开始了，然后大家要一起努力。好的，张九，别跑，张九。哎呀！你有什么感受呢？啥？感受？感受？放松。然后呢？没了。看来我们张秋还真是一个直男呢。好的，那我们到了公司再录吧。今天老师给我布置了首新歌，我还挺喜欢的，比较适合夏天。那我们去听一听吧，这太吵了，去个安静的地方。就是这首歌，《阳光宅男》。成都来变成西装裤，他不在乎，我却想哭，有点无助，他的样子像刚出土的炉，他抛若无情的杯子带水壶，写信使用江湖走几路，一不注意就装熟，若不想输就算辛苦，我也要等，我也不能让你再走寻常路，我决定下手你的人生，现在是休息时间，我看一下他们在干嘛。首先是这个书，你看这个邓亮鑫他们两个，你看你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好，算了，看其他人。那我先把它收拾了再拍吧。我现在下课了，准备回宿舍，然后呢看一下车上的情况。嗨 ，Hello， 那大概就这么样子吧。再见，拜拜。